各位同心，那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这节课由我们台南州的张英文张俊熟带来演讲，请掌声欢迎，谢谢。啊，各位学员，大家好。啊，我叫张英文哈。啊，咱今天的这个题目叫做“现实台湾”，啊，咱来个法理分析一下啊。啊，是啥啦？咱要用这个标题呢？因为咱这个标题就是讲。台湾，伊即马即个现状啊，啊受到即个国民党伊甲咱即个七十年来乌龙世道的教育，互咱已经看袂出来讲，对台湾伊真正伫国际上伊即个现状到底是虾米款的面貌，哦，咱拢搞不清楚，哦，啊，做一个人拢以为讲，我就是台湾人，啊，也是中国人。哦，啊，这全世界无这种讲法的啦，无这种讲法。啊，咱来用这个一寡这个时事啊来引导，哦，啊，让大家来了解讲真正的台湾的国际地位现状啊，到底是啥物啊？啊，咱要进行咱的这个主题进行，先让大家看一个影片啊，啊，这个影片哈，伊是伫迄个美国。伊有一个著名诶，迄个职业球类比赛，叫做迄个橄榄球吧，哦 ，football， 哎，啊，这是伫咧迄个美国1984年来的，伊伫超级杯迄个 football 里面的那个电视广告，啊，这广告呢，伊是一间电脑公司，叫做苹果电脑，啊，啊，这个电脑，伊这个电脑公司伊拍这个广告片，咱大家看一下，你就思考一下。啊，啊，这就是我要给大家开始在引导大家说，你的想法要怎么样去看待现在的台湾？好，来，咱点一下。Today we celebrate the first glorious anniversary of the Information Purification Collective. We have creat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all history a garden of pure ideology where each worker may bloom.Secure from the pests of a computer force. Our unification of force is more powerful a weapon than any fleet or army on earth. We are one people, with one will, one resolve, one cause. Our enemies shall talk themselves to death, and we will bury them with their own confusion. We shall prevail.On January 24th, Apple Computer will introduce Macintosh. And you'll see why 1984 won't be like 1984. 你看这个广告，你发现吗？苹果，伊就像那个年轻的那个女孩子的化身一样。啊，伊拿一支哦，这个手机的控制药啊，啊丢到。那个大荧幕里面，啊，你发现无？内底这些人穿的穿叉，拢同样的颜色，啊，面无表情，啊，整个颜色都是灰暗的。啊，这个荧幕里面的老大哥，啊，就跟你讲，什么伊拢控制好啊，啊，啊，伊这全部拢控制掉嘞，你就照我安尼做就好啊。但是苹果，伊所想的唔是安尼啊。这个世界，敢是像这个荧幕顶面的迄个老大哥安尼讲诶，绝对唔是。哦，啊，这个影像，你得甲对比一下。中华民国伊嘛是差不多用这种愚民式的教育，甲咱教育，教育讲，啊，中华民国伊就是这个已经取得台湾的领土主权啦，所以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伊是毋是拢安尼甲咱讲？啊，这是真的假的？就像这个广告片类似啊，那是一种谎言。啊，咱台湾民政府就像这个那一个年轻的小姐一样，发现这个不对啊，那我要挑战你这个现况，那我用法理的那一只铁锤打破他们的谎言啊。啊，所以讲咱大家来吃，你熟客时阵，你爱讲中华民国。灌在你头脑里面的那一些假的历史，或是假的推理，
你要先把它放在旁边，啊呢，你才能够找到真正的理解哦。来，啊，现在要用苹果呢来给大家做介绍，因为苹果啊，伊甲这两间公司有啥物差别？哦，这苹果嘛，这样大家最有名，啊，这间呢，摩托罗拉嘛，较早嘛做手机啊，伊较早是毋是迄、那个090的大哥大迄个？哦，啊，一支黑金刚做大机的有无？向准做，啊！你即马刚够看了摩托罗拉的手机啊，伫市面上台咧用，无看嘛？啊！这支手机啊，有名无？都有名啊！较早是毋是大家手机啊，杀起来拢诺基亚？吼、哦，迄当阵按键式的有无？系啊，按键式的手机啊。但是你发现无？这支的手机啊，卖人啊！这支的手机啊，部门嘛卖人啊！啊、哦，是安那这两间？拢无存在啊！啊，是安那苹果即嘛领导风潮，也让这市场的领导者。为什么？哦，较早摩托罗拉因咧做手机啊，为个伊较早一支手机叫 StarTech 有无？啊，拍开啊，一支天线扭起来，哦，哎、欸，底下讲有无？啊，为伊个你做到哦，铝合金呢？啊！然后将手机做这波的，我说的迄个小姐穿迄个紧身的牛仔裤内底，迄个手机啊，佫无看的。啊，但是迄种手机啊，刚好都改变市场，无法度。迄种手机啊，敢若风潮尔嘛，就好像流行一下子就过了嘛。哦，专所有人干嘛去加迄种手机啊？不会啊。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在因为苹果的关系。伊改变了这个手机的使用的模式，所以即卖苹果虽然讲伊卖手机啊，唔是全世界上侪，但是伊的重要性是不是徛咧领头羊的迄个位置，对不对？赶快啦！咱台湾民政府如果要把台湾带出这个国际困境，还是讲从台湾啊，台湾人的人权能够让它恢复正常的话，那立法都继续用中华民国一套的逻辑，啊，我就改变吧，无可能改变，所以咱的想法也无同款，所以这个跟苹果很相似。我们在思考台湾国际地位的时候，那么要用不同的想法，哦，我们要 think different， 哦，来，啊，这个相片，大家有印象吧？这是伫。美伊战争的时阵啊，美国入侵伊拉克，大家有印象吧？啊，这样子海山政权嘛，美国是不是讲有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对不对啊？啊，哎，这个影像就是很典型啊，美国大兵攻打进入伊拉克，把伊拉克的海山政权推倒，有没有？所以。这个影像给我们一个思考，就是说只要是战争一定有人战赢，有人战输嘛、哦、但是一般在外国他们不在用赢和输这个字眼，他是用征服和被征服、哦、这个字眼、啊、像这个战争的结果，伊拉克他去给美国征服嘛、啊、征服了你有没有发现海山的那个政府跑到哪里去了？没啊，对不对、哦、是不是垮台了？那但是战争里面了后，美国他怎样？他是不是进去之后，他是不是取代了伊拉克海山政权的那个政府？对不对？暂时取代。啊，暂时取代了后，美国他对伊拉克有什么责任吗？有啊，有这件吗？什么这件？伊爱维护伊拉克战后的安全嘛，对不对？好、哦，要维护伊的秩序跟安全嘛。这个是征服者，他在对于被他征服的那一块土地跟那些居民，他的义务嘛，这个是伊战争的义务啊。伊爱遐安全跟遐秩序，拢是美国的义务啊、哦。所以接下去。美国是不是在咱顶直接口都听着嘛？美国进入伊拉克之后，是不是成立伊拉克的美国的军事政府？对不对？
啊、哦，那美国军事政府进去之后，他是取代了原来的伊拉克的那个海山政权的那个政府，所以一个国家的政府去了另外一个外来的政府给取代掉，所以那个国家掌管国家的那个最高权暂时被握在谁的手上？美国，对，就暂时被握在美国的手上啊、哦，来，今天。这在二战经了后，因攻打入去伊拉克，美国的副总统、哦、叫做伦斯菲啊 ，Rumsfeld， 啊，不是啊，伊是那个国防部长啊、哦，国防部长，伊有写一张批，给三个人，一个就是因的副总统，一个就是因的国务卿 Colin Powell 啊，啊，一个是 CIA 的迄个主管。叫做 George Tenet 啊，伦斯菲伊伫迄份档案文件内底，伊安尼讲吼 ，Rumsfeld said that the U.S. should not hand over control of Iraq to the Iraqis too quickly。你有没有发现，美国占领伊拉克了后，在控制了伊拉克，但是他又说，哎、欸？美国不可以太快把这个控制伊拉克的控制权太快交还给伊拉克人民，有没有发现？伊安尼讲啊，啊，为什么不能太快交给伊拉克的人民？因为是这个目的。伫遮 ，There should first be a guarantee that any new Iraqi government will be friendly to the U.S. 意思是讲，我甲你拍败啊嘛。我底下甲你成立你新的政府嘛，哦，新的 Iraqi government， 他这个新的政府将来要怎么样？爱对我美国爱安怎？爱友善的啊，这就是我甲你战争的目的啊。战争是因为过去咱两个有冲突嘛，哦，咱两个有冲突嘛，哦，啊有冲突了，靠无多用这个协商的方法做解决，尾啊怎啊用战争的手段做解决嘛？对不对？但是世界上的战争，敢是讲我甲你拍，然后你就规个互我甲你消灭去，敢是安尼？唔是，袂使安尼。吼、哦，是这样子是违反国际法的。吼、哦，我甲你战争是因为我的权利可能有受到损害，我只是要取回我应有的权利而已，我不是要把你消灭。哦、啊，所以我甲你战争了后，因为咱战争有冲突嘛，我甲你战争了后，你的新的政府。你就是爱教我，将来要变成好朋友，这就是伊战争的目的啊！哦，战争的目的哦，所以为这内底，你就会当发现，美国到从伊拉克变作美国的领土，没有，对不对？他最后还是交还给伊拉克人民啊、哦！但是交还给伊拉克人民的时候，已经帮他们成立一个什么新的伊拉克的政府了啊、哦！来。啊，你来翻头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有甲日本战争无？有啊。啊，迄当阵台湾迄当阵的地位是啥物？伫个战争还是讲战争进程？台湾的主权是伫个啥物人的身上？日本天皇，哎、欸，啊，日本政府管辖台湾，他派总督嘛，对不对？所以那时候的制度是这样、哦啊、这是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区里面这个红的所红线的部分就是日本军占优势的时候可以打来到这、哦、但是后来这场美日战争的结果谁被征服了？谁被谁征服了？日本被美国征服嘛，对不对？所以他炸日本的领土，也是讲伊战线可以打到这么远的地方来，打到中南半岛、新几内亚、印尼，哦，搁下来太平洋的小岛，拢建个家来，包括建个夏威夷，哦，乌加奇，啊，再有一个叫做哦 ，Iwo Jima 这上面说的硫磺岛，这个战役美军死了很多人。哦，战况惨烈了，牺牲这人哎，哦，来，
就是这个，这就是伫个美国啊，华盛顿 D.C. 有一个 Iwo Jima 诶，这个纪念碑啊，这就是迄当阵美军攻下硫磺岛的时阵啊，因把美国旗插在硫磺岛上面的那个画面，也把它做成啊这样的一个纪念碑啊。啊，咱对咱知影嘛？日本是不是战败？啊、哦，天皇下诏书，啊、哦，无条件投降。你个情况怎样子？如果那无发生二次世界大战，啊、哦，如果那无发生啦，请问一下，咱即马外口政府机关顶面插迄个旗啊，什么旗？日本旗嘛，大家没有意见嘛，对不对？这个不会否认嘛，啊、哦。所以你只要确定这一点，大概就已经 OK 了哈。好，所以可以。咱拄则是咪讲，战争了后，是不是战输的人爱甲战赢的人爱变成什么？好朋友啊，爱变成好朋友啊。第四月二啊九，安倍晋三去访问这个，进前就去访问美国啊啦，啊，啊甲奥巴马见面，然后四月二啊九。啊、哦！在美国的参众两院的联席会来的、哦，他做了一个演说。这个是演说的题目，叫做 "Toward an Alliance of Hope"、哦。迈向希望联盟。啊、哦，迈向希望联盟。啊、哦，四月几啊？告。啊，安倍晋三来的，伊在这演讲来的，伊有一个有一场画面，其实是蛮感人的啦。对于这个画面，这个代表美国攻打硫磺岛，诶，一个 Lieutenant General Lawrence Snowden， 这个伊就是迄当阵咧拍硫磺岛时阵，啊、哦，伊当阵是一个连诶连长，啊、哦，一个连的连长，啊、哦，他去攻打硫磺岛，啊，这个咧，尤其他卡信道，啊、哦，伊是这个。他跟米奇哦，库里巴亚西，诶，这个将军的孙啊，所以等于讲，伊两个，伊代表的是日本，迄阵是硫磺岛，诶，战争诶，日本军嘛，啊，伊是美国攻打硫磺岛诶，美军嘛，对不对？啊，伊两个赶快坐咧，迄个观众席内底。啊！因尾啊，因做啥物代志？阿秋，吼、哦，两个阿秋。啊，安倍晋三就讲啊 ：“Enemies that had fought each other so fiercely have become friends, bonded in spirit。”哦，啊，这啥物意思？就是讲过去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甲日本伫个战争内底是哈尼惨烈。但是最后，因今仔日变作好朋友，而且唔但是表面的好朋友，是打从心里变成好朋友。所以安倍晋三伊来这场演讲里底，其实代表的一个足大足大的意义，这就是讲美国跟日本因为二战所产生的敌对，伫战后已经安那完全和解，而且美国。甲日本变作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哦，而且是互相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这就是这张演讲内底啊，令人蛮感人的一个画面呢、哦、所以咱个看过去的战争的模式，伊拢是安尼，因为有冲突，所以开始军事行动。军事行动哦，当然有人战赢，也有人战输。战士的迄个都好战赢啊啦，军事占领，军事占领后被征服者，伊就会改政府。你要看伊拉克海山的政府是不是被美国改掉了，对不对啊？啊，你要看日本，较早伫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日本伊迄个政府是什么政府？大日本帝国嘛，对不对？但是二次世界大战了后。日本是不是改宪法？也是不是叫做改，也叫做和平宪法？美国的麦克阿瑟主导，
将美国、将日本的大日本帝国明治宪法改改做新的日本国的宪法，有无？哎，啊，这是不是改政府啊？对啊，改政府啊！哦，改政府了后，征服者甲被征服者爱和好。拄只迄个伊拉克战争，美国的国防部长伦斯菲，伊是不是讲，美国要确保伊拉克新的政府将来对美国是要友好的，安呢，我才能够把伊拉克的政权再还给伊拉克人民嘛，对不对？一样道理啊，美国跟日本在次的安倍晋三在参众议院的那个联席会里面的这个演讲，是不是代表他们两个已经真正的和好啊？对不对？和好了，其实结束军事占领，双方的关系就恢复正常，而且还变作更加好的朋友啊！就是一个国际上战争的模式是这样子，战争不是要将对方消灭，不是要将对方给赶尽杀绝，不是。绝对不是安尼，那是迄种想法，迄种违反国际法，而且它是一种战犯的行为，迄要受到惩罚，那要受到惩罚。啊，金山伊伫即个演讲内底，伊个有讲到一个重点，其实甲咱台湾政府咧推杀的法理，法理概念，其实是一样的道理，伫遮伊有讲到，伊伫即个演讲内底伊有讲到讲。As regards the state of Asia waters, let me underscore here my three principles. 一共，在亚洲的这些海域里面，一要特别强调一的三个关键。好了，亚洲这边的海域现在有什么争端？钓鱼台，还是什么？南海啊，对，对，这钓鱼台跟南海对争端。那这些争端都是大家都讲啊，黑都是伊个嘛，对不对？伊讲伊个，我讲我个，大家好像没有一个共识嘛，伊安尼讲吼，来第一点，第一点 ，state shall make their claims based on international law， 伊讲啊。在这个海域的其他所有的国家，拢会使主张伊的权利，但是要安怎？要根据什么？根据国际法，要根据国际法，所以钓鱼台的争端要用什么解决？国际法解决。南海的争端要用什么解决？嘛是要用国际法来解决。你会当提出你的主张，你的要求。但是你的主张、你的要求，要符合国际法的规范，这是伊第一点安尼讲。第二点，伊安尼讲 ，They shall not use force or coercion to drive their claims。伊袂使，你要主张你的权利会使，但是你袂使用武力，而且你袂使强迫，袂使用强制的手段来行使你的请求，意思你甲上讲，你甲中国讲啦，对不对？你甲中国讲啦。过来第三点 ，the settle disputes, any disputes, they shall do so by peaceful means。如果有争端，不管是任何的争端，要解决争端的话，要用什么手段？和平的手段啊，要使用和平的手段。这是三个这个 principle。未来一个强调 ，we must make the vast seas stretching from the Pacific to the Indian Ocean seas of peace and freedom, where all follow the rule of law。一共啊，为太平洋啊延伸到印度洋来对，加所有的这个海域来对。他日本，他要确保这个区域、这个海域的和平跟自由，而且在和平自由的追寻底下，全部都要按照
法理来处理啊、哦、，rule of law 要按照法理来处理、哦、啊，所以伊伫遮都甲，其实嘛甲中国讲啦，啊嘛甲全世界讲啦，只有遵照国际法理，只有按照国际法啊、哦，然后用和平的手段才能解决目前大家的争端呐、啊，啊，若无你个无力相向，到尾啊嘛是徛咧有这个国际法的正义的那一方，他才能够取得优势啊！哦，不，其他都无法度啦，哦，好吧？啊 ，for that very reason, we must to fortify the U.S.-Japan alliance. That is our responsibility. 所以啊，为特别确保太平洋一直延伸到印度洋的这个海域里面的和平、阿嘎自由，因日本跟美国因是。因为要坚持他们的美日联盟啊，哦，美日联盟，啊，这是以起码以安倍晋三以及的一届政府啊，他的任务啦，哦，他的责任，他的义务啊，哦，要确保这件事情。所以你也发现讲，美国自从中国以及凭经济繁荣了开始崛起，你会发现中国的很多举动。其实，因为讲法，你也感觉讲哦，刚刚都侵略性的有吧？哎，你感觉都侵略性的啊？但是你这个有侵略性的这种行为，其实在国际法里底，哦，在国际法里底，迄就是代表一种威胁啦。一个国家在国际法里底，一个国家伊若受到另外一个国家的威胁，伊会使改安怎？是会当震惊的呢？好、哦，还是让战争的呢？哦，啊，当然，大家拢知啊，战争是很残酷的。哦，战争会造成足侪伤亡，战争会造成足侪痛苦，所以大家拢尽量避免战争。所以为着要避免战争，要解决争端，所以爱用什么来处理？爱用国际法，爱用国际法，爱用法律来处理。啊、哦，所以讲在法律上，到底南海、南海诸岛、南沙、西沙的群岛。到底是什么人的主权范围？钓鱼台到底是什么人的主权范围？这要为国际法里底去了解啊！哦，来，咱来看台湾的地位。你要看那咱较早阿美日属世界大战的心情，咱是不是大日本帝国的一份子？这个没有问题嘛？对不对？咱迄阵是不是台湾人甲世界各国是不是拢正常往来？咱出国迄阵三个护照是啥物护照？大日本帝国发的护照嘛，对不对？迄阵咱有正常无？咱做正常个呀，对不对？啊，但是历史世界大战了后呢，咱个日本台湾去互占领，互啥物人占领？美国占领。因为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啊，但是美国伊有家己有家己来无？伊派什么人来？蒋介石，哦，所以咱简称叫做 ROC 来代理，来来，来代理美国军事占领台湾。啊，主角开始，哦，咱的台湾的命运就开始变化。这时阵，咱的日本国新建日本国，伊就。在旧金山和平条约里底，伊放弃台湾的 right title 甲 claim， 咱来记哩 right title claim 这三种权利，迄是因为主权的权利，迄是主权顶面的权利安尼尔，唔是将所有权甲放弃，哦，所以日本政府伊敢有拥有台湾的领土主权？无。台湾领导主权在什么人的心上？在心上啊！但是日本政府伊有管辖权无？伊真正有管辖权无？有，但是因为伊在历史世界大战、旧金山和平条约，伊签落去啊，伊放弃啊，所以日本政府伊放弃台湾啊、哦，所以咱即马甲日本政府啊、哦，其实等于讲无法度啊，无、哦、法度伊来管辖咱啊，伊无法度管辖咱啊。啊，这个时阵，咱台湾继续
哦，好，这个蒋介石来给咱代理占领，但是蒋介石因这个时阵，1949年10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后，伊中华民国怎变了啦？变糟了嘛，对不对？糟了就是啥？流亡啊，伊就流亡，我就流亡。啊，咱即摆还佫伫咧遮，啊，就是因为啊伫咧遮。咱的人权，咱的国际地位，即马敢有正常？无正常，吼、哦！啊，咱若要恢复正常，就是安尼。流亡的中华民国，伊来转去，因为伊毋是主权国家，吼、哦！啊，伊嘛毋是咱的人，中华民国这個政府嘛毋是咱台湾人的政府，这拢毋是，吼、哦！所以咱在恢复政府的时阵，咱恢复咱的正常的身份的时阵，就是美国。他来亲自军事占领，然后成立台湾民政府来管辖咱台湾人，不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的政府，伊敢是代表台湾人？对我敢当代表台湾人？无法度。所以你个看，只要是中华民国，伊出去参加的任何国际场合内底，不管是比赛也好，还是开会也好。伊敢有法度伫即个参加的名称顶面冠上台湾即个 title， 你注意下是哦，敢无？无哦，哪无？所以意思讲，中华民国伊根本都无拥有台湾的领导主权，伊无资格把台湾的 title 冠在他的身上。好、哦，安尼了解哦，是吧？所以，这台湾民政府才是属于本土台湾人的政府。但是这还是在军事占领里面的那个形态、哦、这时候只要开始运作、哦、全世界都会承认这样的一个体制、哦啊、只要这个体制确立了，咱台湾其实就离开了政治炼狱了、哦、这政治炼狱了咱稳住一段时间、哦、大家都了解了，这时候 美国它可以结束军事占领，就好像美国结束伊拉克的军事占领啊，就好像美国结束阿富汗的军事占领啊，对不对？这一阵，那结束军事占领，咱的地面就没有美国的这个最高权给咱控制啊。所以，去咱的下一步会是什么？那个愿景是啥物？你当说休克一下啊，对不对？啊、哦，你大概就可以想象得到。所以，这就是咱恢复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和咱的人权正常的这个步骤啊。啊、哦，这种是按照国际法的一个逻辑加一个流程在走。哈、哦，来，阿要甲大家技术讲，即马台湾到底有虾米所在无正常？咱来来看，第一，这个政府够正常，这个政府够多帮台湾人参加联合国，无法度嘛，不管你是申请。还是要创啥，拢无法度嘛。甚至参加伊个周边组织，拢无法度嘛，对不对？啊，这个政府底下会使互你办公道无？袂使啊，袂使办公道啊。啊，这个政府对外敢互你主权独立的这个概，主权独立的这个概念嘛，无法度啊。哦，啊，这个体制敢有互你邦交国？没有啊，哦。即、这个体制，互你参加国际组织，有互你正常的身份参加无？嘛无啊！啊，派代表出去比赛，出去比赛，参赛队伍敢有甲你用你台湾的名？嘛拢无啊！系啊！啊，即、这个领土范围呢？伊甲你讲，台湾是中国，哎、台湾是中国，哎、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这敢对？这嘛唔对啊！这是谎言啊！那到底台湾的领土范围到底在哪里？有没有包含金门、马祖？有没有？没有，没有。台湾的领土范围没有金门、马祖。你想象嘛？那你大日本帝国的时代，台湾有没有金门、马祖？没有啊。那个时候金门、马祖是谁的领土？是中国的嘛？对不对？所以你说简单的，简单你就知道。金门马祖是谁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中国，是还是中国？好吧，啊，这都不对吧？哈，OK，伊有和你正当的国籍无？无啊，
伊叫你杀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啊，但是迄张中华民国身份证，敢有法代表你是台湾人？无法度嘛。伊的教育拢中国化嘛，对不对？啊，伊的农业咧，叫咱的农民拢卖竞争啊，哦，啊这啊这有危险无？这做危险没有？粮食要自给哦，啊，粮食的自给率要有相当的程度哦。啊，若无你若拄到外国买卖你粮食的时阵，啊，你唔就怎倒？对不对？这做危险没啊？啊，能源呢？伊伫咱遮起四个起核电厂，对台湾这个这个比较小的这个领土范围里面，这些核电厂，如果万一有事情的时候，咱台湾哪会遭一堆？啊，跳海呢？对不对？你要想象啊，核四，假设核四真的出问题的时候，它的安全逃生范围是几公里？半径是多少？30公里哦，哈，这30公里里面是不能住人的哦。你想看卖？你个地图为 Google 地图，你个画一个30公里，为公里还画30公里的直径啊，半径个围出来，包含到哪里了？整个台北市，整个新北市，敢有多少人？没有多少人啊！啊，这人要走一堆，对不对？是不是做危险的代志？哦，应该安尼想啊。所以这个核电不是要跟不要的问题，这个是牵扯到生存的问题啊。跟生存有关的事情是不能开玩笑的啊、哦！啊，环境、语言，这都不正常啊，对不对？哦、啊，咱的语言，尤其咱的原住民的语言，几乎已经快要灭绝了嘛，对不对？咱的下一代会去少年囡仔，即卖咧讲台语，敢讲会清楚？讲母语会讲清楚吗？拢讲袂清楚啊！哦，所以这么多不正常的现象，拢是因为这个中华民国的体制。伫咧咱台湾人的头壳顶，哦，来，即嘛最近的新闻啦，啊，蔡英文伊讲伊要阁选2016年的流亡中华民国的总统，啊，伊美国官员就甲伊讲，他最近有注意到蔡英文的两岸议题的说法，他认为蔡英文近来对于这个议题的言论啊，颇有意思，也非常有建设性。但是呢，美国国防希望为蔡英文本人啊，听到更多他所说的做法是什么？蔡英文最近是不是讲，伊认为啦，台湾要怎么样维持现状嘛，对不对？啊，马英九最近就甲吐槽啊，而且四月二啊九的新闻啊，马英九就甲问两个问题啦，啊、哦，来，伊甲问讲第一个。维持两岸现状的现状是什么？伊甲蔡英文问啦，哦，啊，所以蔡英文伊伫外口是不是有人在批评讲空心什么？空心菜嘛，对不对？哎呀，你讲了一些言语，但是内容是什么都讲不清楚啊。那马英九在帮他问呢，啊，你讲的现状是什么？是不是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跟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两岸和平发展？哎。马英九咧讲的这几项，这拢甘咱台湾人的，这甘咱台湾人的目标，是啥物人的目标？中国人的目标。你要注意哦，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九二共识，你敢看九二共识的？九二共识是谁的共识？台湾人跟中国共识吗？还是中国人彼此之间的共识？还是中国人的共识啊？两岸中国人的共识，在台湾这样的中国人是什么中国人？流亡的中国人呢、啊？就是马英九他们这些人呢、啊？我们是不是流亡的中国人？不是啊，对不对？我们本来就在这里啊，谁流亡过来？他们啊，对不对？他们啊，第二个，如何维持现状？换句话说，蔡主席必须说清楚现状的内容如何，以及维持的方法。这个问题也让大家思考一下，那到底现状是什么？台湾的现状是什么？刚才我们头前有说到，台湾现在现状是什么？
咱今仔日的这个现状，是因为什么代志所造成的？美国甲日本战争啊，有无？美国甲日本战争啊，咱迄当阵是毋是大日本帝国的成员？对不对？系啊，咱嘛有，咱有迄个32,100名的台湾英灵，伫什么所在还供奉？靖国神社啊，所以当阵咱台湾人是什么人？日本人啊，对不对？所以美国甲日本战争等于美国有甲台湾战争无？有啊，啊有战争的关系，因为战争的关系，咱战赢战输，咱战输啊，啊咱战输，咱会互人安怎？占领，对不对？咱会互人占领啊？请问一下，这个占领的状态？敢解读啊？阿袂嘛。所以马英九问蔡英文：“台湾的现状是啥物？”啊，我讲这个问题问过几啊？台湾即摆现状是啥物？对，还在美国军事占领之中嘛。所以才会有台湾民政府嘛，对不对？啊、哦，因为民政府是因为占领。因为战争见面的关系，所以说扶植的当地的政府啊，是这意思啊，哦，来，所以因为咱是美国军事占领中的状态，咱的人权受到蒋介石因这个体制，把咱乌龙洗刀，让我们失去了大日本帝国的国籍，然后他要强加我们身上一个中华民国的国籍，请问一下。这两个举动，敢有符合国际法的这个规范？无哦，拢无符合哦。所以，因为拢违法，所以秘书长发现这个国际法律，伊在2006年就开始去告美国，啊，而且是美国的第一摆告诉，告美国的告诉，诶，地方法院的这个诉讼。哦，受伤的这暗河在这，三位人各三位人 ，Dr. Roger C.S. Lin， 啊、哦，点点点 ，Plaintiff 就是原告，谁是被告 ？Defendant，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国，哦，三位人各，秘书长各啊 ，Roger C.S. Lin 啊，这是2006年第一摆告诉，这是。一审、哦、地方法院的告诉的那个案核，啊，这个案核告了了，啊、哦，告了了会上诉嘛，对不对？啊、哦，会继续上诉。这是隔定法院，就是二审隔定法院的诉讼的案核，伫遮，啊、哦，伫遮，啊、哦，啊，谁上诉谁 ？Roger C.S. Lin 是什么人？秘书长啊，啊，谁是被上诉人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哦，这 appellant 啊个 appellee， 这是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啊、哦，继续上诉，好吧？啊，这上诉是根据什么上诉？根据一审这个案上诉的，所以上诉起哩，这是第二审的案核。大家会使去网络，去美国的司法院。去查查看就知道，全部的文章都让你看，没有什么秘密啊，对啊，这就上网去查的，对吧？啊，啊，重点，伊伫高定法院的判决文内底，伊有引述一审这个 Brown 法官伊的一寡概念，啊，伫判决文内底伊安尼写，伊写啊。America and China 是、哦、这中国跟美国、哦、混乱的关系已经超过60年了、啊、因为美国跟中国混乱的关系所造成、哦、台湾的人民台湾的居民陷入政治炼狱 in political purgatory、哦、这布朗法官下出来的 民俗啦叫做 political purgatory 叫做政治炼狱啊！啊，什么是炼狱？
哎，生不如死啊！哎，对啊，哎，英国人的意思是安尼吼，你上了天堂，是不是确定了？啊，你下了地狱，也确定了嘛，哈，对不对？但是你上不了天堂，他也下不了地狱，你变成孤魂野鬼，游走四方，你有没有确定？你的状态有没有确定？不确定啊！哦，这就是炼狱啊。Political purgatory 就是这意思，伊的意思是讲，你台湾的人民没有被确定啊，哦，你是一个不确定的状态。那 during this time, the people on Taiwan have lived without any uniformly recognized government， 因为你是一个政治炼狱里面的这个状态，不确定的状态，所以你像在这过程中间，台湾人敢有世界上一致承认的政府没有，这美国司法院的法官判决的结果啊，所以跟你讲，台湾人敢有政府？无啊，台湾人你有代表你的政府无？无啊，是啊，讲一个所在的人民爱有伊所代表的政府，为什么？捌思考这个问题无？对，无错。政府的义务就是咧保护你的人民的安全，争取你的福利，这就是政府伊的神圣的任务啦。哦，啊，这拢伫这个万国公法内底，都拢写甲清清楚楚啦。哦，这是政府啊，咱一个所在，要甲外国往来交往，还是讲咱这个所在，咱有咱为着咱家己的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安全，咱来组织起来。组织起来了后，咱会找到一个头嘛，对不对？迄个头就等于讲你这个组织的迄个首领啊。啊，迄个首领伫万国公法内底，伊叫做 sovereign。啊，若是伫日本 ，sovereign 是啥物人？天皇。啊，若伫美国咧 ，sovereign 是啥物人？美国总统啊 ，sovereign 了后，伊组成这个政府，这个政府伊有 authority， 伊就有一个权威，这个权威就是一旦管制人民、管理人民、为人民谋福利，所以这个政府、这个政府伊就是有管辖权，有 authority， 哎呀，啊，伫这个 sovereign 的身上，伊有啥物物件？迄个物件叫做 sovereignty， 还知影吼？所以 sovereign 就是代表这个所在迄个最高的那个人。那这个最高的人，他对于这个土地里面的人民，他这块土地，伊有一个权利，迄个权利叫做 sovereignty。这 sovereignty 本身，伊代表的是一种权利，而且衍生的另外一边就是义务，哦，对，义务，哦，伊有什么义务？伊要为这些人民谋福利嘛，爱照顾这些人民嘛，爱为这些人民的安全来设想嘛，爱有什么权利？伊的权利就是在管理你嘛，他可以管理你嘛，他要管辖权嘛，可以管制你嘛，限制你的自由啊，这就是管辖哦。所以sovereignty本身它有两种东西，一个是权利，一个就是义务哦。啊，因为你这样组成起来了，你有代表你的政府啊。哦啊，你就对我就可以正常跟人怎样交往啊，啊，你才有正常啊，你在世界各国里面你才有法律跟人正常往来啊，哦，你才要参加国际组织，去坐去桌顶跟人讲话，人家才能够把你当作你是正常人嘛。啊，如果你有没有，你有没有身份？你根本没有身份啊，我要跟你抢什么？对不对？我跟你讲讲的，你跟我的代表，你跟我的代表，你所有的台湾人不好啊！我跟你讲什么？我没必要跟你讲啊，对不对？所以这个现实就是这样子啊！哦，所以前几阵啊，不是讲那个民进党的一个妇女部的主任，讲去联合国的外周边组织，要去参加那个妇女的一个组织的那个会议，结果去哪啦？去人冻掉，袂当入去啊，对不对？啊，这个是问题，问题就是伫咧遮。哦，不对，这家啊，没有被承认的政府，哦，
啊，以实际上来讲，哦，这代表说所有台湾人都在一个 uncertain status in the world community， 在这个世界的社会里面，台湾人是没有确定的了。等于讲，你有进口的身份不？啊，你是什么人？你讲不出嘴啊！你无代表政府来跟我讲啊，对不对？啊，你的权利安尼，你有受到？你的权利有受损吗？有啊，受损啊，对不对？你无可多跟世界各国的人民同款有迄种权利会当交往嘛，正常交往嘛，对不对？哦，来，啊，第一摆歌手，因为你要去司法院的这个网站，你也看，伊发无甲你判讲台湾人的国籍是什么？啊，因为美国伊是三权分立，啊，伊袂使判讲。伊袂使判你这个总统，你应该做啥做啥做啥。除非这个总统啊，伊、哦、有承认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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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哦，安尼伊才会当巩固伊的承认，啊、哦，国际关系内底伊才当因为伊的承认，然后伊才会当判决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伊伫美国内底，这叫做司法伊司法的部分，叫做 political doctrine， 叫做政治原则啦。啊、哦，伊袂使判你行政部门。应该爱做啥做啥，伊袂使判，哦，所以一出的第一摆告诉，哦，上到最高法院去哩，伊是嘛是讲，在二审的时候，他还是用 political doctrine， 哦，没有判决，但是他有显示出来这些结论，哦，伊无破关，为啥无破关呢？哦，因为咱台湾人敢有准备好啊，啊不会嘛，哦，好啊，啊，就是因为。第一次判决无一个明确的结论，啊，时间咱也搁咧准备，咱准备差不多啊，哦，对不对？咱伫2015年的2月28日，伫美国是2月27日，啊，提出第二次的诉讼。这一次的诉讼，各位就更明确了，各中华民国甲美国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是一体的啦，一个是主啦，啊，一个是代理啦，哦，做伙过啊，啊，什么人去过呢 ？Roger C.S. Lin， 这啥人？秘书长啊 ，Julian Lin， 这什么人？这夫人呐，这秘书长夫人呐，啊，个几个人，个几个哦，台湾 Civil Government， 哦，等等等，安尼。谁去告？三个人去告。台湾民政府有没有去告？有啊。啊，台湾民政府是谁？就是在座各位啦，就是我们啦，就是咱这有三新闻前的遐三万几个人啊。哦，啊，这就是去告美国，啊，告中华民国，哦。啊，这部分相信最近你伫咱的网站内底，你嘛有看，哦，你嘛有看，哦。啊，就是咱。过了了3月12日，去美国，啊，咱的秘书长夫人去美国开记者会，因为国会记者会俱乐部，哦，国家记者会俱乐部去开这个诉讼的说明，啊，啊，秘书长夫人做一些简报，啊，所以去咱的委任律师叫做 Charles Kim， 啊，伊嘛所以去对记者做一些回应，啊，回答一些记者的问题。哦，这是迄阵阵开会、开记者会的一挂影片哈。啊，这动作咧创啥？这歌手咧创啥？就是要咱台湾人甲台湾国际地位咱恢复正常，哦，恢复正常。咱来了解，咱今麦什么状态？被占领，对不对？好啊，啊，咱就来了解一下占领。这占领，敢是咱凭空安尼讲讲的，就遵守，敢是安尼？不是哦，这拢按照国际法、国际战争法所产生的一个概念嘛。全世界拢是安尼，拢是安尼啦。哦，啊，这个伫日内瓦公约内底，伊嘛讲到占领这件事情，啊，伫美国。
啊，在美国英国风波有发行一本册子，叫做 FM27 之时，这就是这个这个那个战地啊，战地的那个手册啦，啊，美军的那个战地手册啦。以这个战地手册来对，其实就是将所有国际法、战争法，在咧战争的时阵，美国大兵还是讲美国的军人，他要遵守什么规则？哦，伊咧战争的时阵，伊咧战斗的时阵，伊要遵守什么规则？伊来对，让我改写都清楚诶。啊，这个手册，其实就是集合所有的公约啦，哦，日内瓦公约、海牙公约。啊，佮一挂战争的一挂啊，国际惯例全部汇集在这个 FM 二十七之时这个战地手册来对，然后伊来对讲的占领 occupation 啊，伊就讲的这样，上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这句 ：occupation does not transfer sovereignty， 占领没不移转主权呢啊，咱知影嘛哈。Sovereign 是什么人？统治者嘛，最高的那个人嘛，啊，帝制国家就是谁？皇帝嘛，对，天皇嘛。啊，民主国家就是谁？就是总统嘛，啊，对，总统。啊 ，Sovereignty 就是依附在那个 Sovereign 身上的那些权利啦，啊，那些权利跟义务啦。所以占领本身会不会移转 Sovereignty？ 不会。啊、哦，不会，所以伊个野战手册内底，伊个开宗明义就爱甲你讲啊。所以正面无野战主权，唔是咱凭空抓一条抓下来甲你讲啊，这是按照国际法啊、哦、所得到的结论呐、啊。为什么？为什么正面无野战主权？啊、哦，你甩你在爱问吗？好、哦，咱来看哈、哦。军事占领是一种手段，什么款手段？是战争的手段而已啦、哦、Military occupation confers upon the invading force the means of exercising control for the period of occupation。 这就是说军事占领它是一种手段、啊、这种手段、哦、就是让这个征服者、啊哦、征服者它是一种方法，以后这个方法是你去控制被我征服的那些人。所以你拄仔看迄个咱打开始是毋是看到美国大兵迄条相片有无？啊，不然伦斯维是毋是讲不要太快把控制权交还给伊拉克人民？有没有？所以军事占领就是一种控制被占领、被我打败的那一方的一种方法。哦，所以军事占领是一种手段，伊目的是要取得啥物？控制。哦，要控制，要控制你这个所在。啊、哦，要控制你的所在，啊，控制了会安怎？你也听伊的嘛，对不对？你的最高权被他握住了嘛，你进出都受到他管制嘛，对不对？啊、哦，你要跟外国交往嘛，受伊管制嘛。你要出国旅游，你要经过什么人？君主政府嘛，伊要发行什么东西给你？旅行证件给你啊。他要发美国军事政府给你的旅行证件，你才能够离开啊。啊，你才要离开这个地方啊，所以这是控制啊，所以最高权控制在谁的手上？占领者，对，就是美国的手上啊、哦。啊，军事占领的本质呢 ？It does not transfer the sovereignty to the occupant。军事占领的本质啊，没有移转主权呐、啊、给这个占领者啦 ，but simply the authority or power。To exercise some of the rights of sovereignty， 啊，快英语的快就清楚呀。君主占领本身无移转主权，但是有移转什么物件？管理权，对，他有移转 sovereignty 上面的 right， 啊，主权上面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什么？就是管辖的权威啦，就是管辖权呐，啊，对，管辖权有没有移转？有移转，所以中华民国今嘛给你管这件代志，安尼你有清楚阿未？为什么他可以管我们？因为他这是代理美国军事占领啊，
只是讲，伊甲咱的所有的法令拢甲咱改过，伊甲咱改咱的身份证，改咱的身份，哦，甲咱扣税，哦，佮甲咱叫咱去做中华民国的流亡政府的兵，即几项代志有符合国际法无？无，即拢无符合国际法，而且是违法，哦，违反国际法，即拢是战犯的行为，哦，所以君主占领无移转主权，但是伊有移转。主权顶面的权利，就是管辖权已经移转了，哦。来，啊，军事占领的目的呢？哦 ，the exercise of these rights results from established power of the occupant。啊，军事占领，伊会当是行使这种管辖权，诶，用啊，伊他是用什么方法来行使管辖权？军事占领，伊用什么方法？会当然行使对咱的管辖权，建立他的权威。权威是怎么建立的？啊？对，啊，因为伊可能渐进的是武力嘛。伊爱底下叫什么？他要成立军事政府啊！啊，所以他的形态就是用形成一个军事政府啊，然后就是 establish power of the occupant。啊、哦，所以伊要改军事政府，要改管制，伊要成立军事政府啊！哦，啊，军事政府成立了哦，啊，伊行使这些管辖权，伊的目的是啥物？伊的目的就是这 necessity of maintaining law and order。我改正白啊，啊，你这是不是百废待举？对不对？啊、哦，啊，百废待举，啊，我是不是啊这边要有一个权威的政府开始来管理嘛，对不对？啊，恢复秩序嘛，对不对？好，大家开始搁遵守原来，遵守原来的法律啦，对不对？所以他 maintain law and order 啊，所以战争是不是百废待举？是不是战乱？乱七八糟？占领的人，甲你占领的人，伊都要负这责任，甲你这个所在恢复你的。法令跟你的秩序啊、哦、啊，这个恢复法律的秩序，这是对什么最重要诶？对被占领者的人民，被占领者的人民很重要，同时对于这个占领者他本身也很重要、哦、啊。阿拉伯秩序没有恢复，你会参像你个想象，参像伊拉克有啊？你讲伊讲伊拉克，他的秩序如果没有恢复的时候，迄、那个情景是啥物？伊是不是到处被人家攻击，对不对？啊、哦，所以全日军事政府每天 order 加 law， 就是也是要保护这个占领者啊，啊、哦，也是要保护占领军啊。他不仅保护了被占领的人民，嘛保护了占领军嘛。安尼落去了，一段时间平静了，一切拢差不多正常啊。哎，接下来他就要考虑把控制权还给原来的人民啊。哦，啊、来了解哦，好，啊来，咱来看 ，Nature of USMG or TGG， 啊，咱来，美国军事政府或者是咱台湾民政府诶，本质是啥物？啊 ，Its character is the same and the source of its authority the same， 啊，也来赶快了，啊，也本质拢赶快了，啊。一主要的是被这个哦，他的权力来源都是完全一样，不管你现在成立的军事政府，还是讲未来辖下的这个民事政府，他都是一样的，他的来源都是一样的，他的权威的来源都是一样的。It is a government imposed by force， 啊、哦，军事政府也好，民事政府也好，这干不是民事政府干不是？投票民选呢？不是，它是怎么来的 ？By force， 被 impose， 被安娜被放进去的啦，武力放进去的啦。啊，什么武力？征服者嘛，美国嘛。所以，咱台湾民主，它的权力来源。从哪里来的？
美国军政府啊，啊，美国军政府是听谁的指令？奥巴马，没错，他都是听美国的三军统帅指令啊。因为这种战争里面的啊，属于美国总统的权力啊，啊，所以那你的权力来源是不是投票来的呢？啊，外口的人甲咱讲，啊，你若无民意基础啊，你是安那咱叫做政府？啊，你会晓改回应啊未？这样按照国际法来啊，啊，所以我们的权力来源，我们的权威的来源，不是因为民选啊，是因为外力而来的。是什么外力？就是征服者的力量而来的，是为外，属于美国直接荷兰成立的啊、哦。那这个成立有没有法律的？有没有法律的合法性？有啊，啊、哦。And the legality of its acts is determined by the law of war 啊、哦。我们民事政府或者是军事政府的台湾，所为行为所决定出来。拢是根据啥物？战争法，啊、哦，都是根据战争法，让我们的行为举措都有合法性，啊、哦，安尼大家了解啊、哦，所以我讲，我甲咱讲，啊，你若无民意基础，你若无选举，啊、哦，啊，那个就是怎么样？对战争法、对国际法，懂不懂的人想的？哎，不了解的人讲的嘛，啊、哦，那你要用什么来跟他反驳？你知道，你就是要根据国际法、战争法，啊、哦，所以那边盖广告人解决争端，我们要用什么方法？国际法、战争法嘛，跟安倍晋三讲的嘛，对不对？安倍晋三讲的完全一样啊，啊、哦，因为那些处理下面宽代级，什么阶层的事情，国家的代级，哦，那些处理国家的代级，啊、哦，所以我们要用国际法、战争法来处理，啊、哦。好，底下搁一个概念，甲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叫做事实上甲法律上，啊，咱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给大家去思考一下啊，这个故事叫做他是我爸爸，啊，咱来看一下，一个故事人物是安尼哈，有一个单身老王，啊，啊有一个叫做陈小明，啊有一个啊个陈小明的家人。例如陈父、陈母跟陈弟，啊、哦，人物大概是这样子，哈、哦。过来，代志是安尼哈，老王车祸身故，好、哦，咱知道嘛？车祸意外死亡，是不是检察官拢爱检视？啊、哦、啊，法医验尸中，结果陈小明到场，搞法医讲，他是我爸爸。哎、欸，这时阵你感觉呐，怪怪哈。哎，就是你刚刚怪怪，老王线上，啊，陈小明线上，哎，啊，怎么会说他是我爸爸？对不对？这就奇怪嘛，哈、哦，嗯，来啊、哦，啊，伊呢，陈小明公，他是我爸爸，啊，伊呢是确定是老王的儿子，那陈小明因为老王死掉这件事情。他可以在法律上有什么权利？第一，死亡的继承嘛。第二，弄死爸爸迄个人是不是要赔钱？啊，陈小明是不是会当去给迄个弄死因爸爸迄个人给求偿？对不对？所以这是法律上的权利嘛。但是陈小明跟老王的后生，哎，对，要证明嘛，对不对？但是目前在法医验尸这个阶段，陈小明是不是老王的儿子？不是。法医验老尸体的时候，陈小明是不是老王的儿子？法律上不是，对不对？绝对不是嘛，因为他有爸爸也有妈妈啊，对不对？哦，他有爸爸也有妈妈啊，啊，对吧？所以可以来看，啊嘞。小明过去他是什么身份？他是陈家人还是老王家人？陈家人嘛，哈、哦。啊，现在呢，他好像要主张他不是陈家人的嘛，对不对？他要主张他是王家的人嘛。但是他现在告了证明，阿、啊、要怎证明？
NDNA 哦，大家连续剧看了多济，啊 ，NDNA 结果是安尼哦，陈小明跟老王有99.9999%一等亲的关系，好，请问，各家 NDNA 啊嘛哈，请问陈小明是不是老王的后生？是吗？你回答要严谨一点啊！哎，对，重点来啊！我跟你说严谨一点的，你说属实上，以血缘上，他应该是老王的儿子，但是在法律上，他有没有是老王的儿子这个亲属关系？没有啊。那陈小明该怎么办？爱死啊，不要这样。哦 ，DNA 是一个证据嘛。啊，第二个，伊陈小明伊爱用什么款方法，伊才能证明讲老王是爸爸，然后恢复成老王是爸爸的这种法律上的身份嘛，亲属关系嘛。伊爱安那？哎，咱都在我讲嘛哈、哦，有争端要按照什么法理嘛？啊，陈小明已经嘛身份有争端了，他按照什么来处理？法理嘛，还是按照法律嘛？那 DNA 是一种证明伊的身份的一个证据嘛，对不对？但是他最后还是走法律的程序来证明老王就是他的爸爸嘛，对不对？啊，这个人伊在安那？第一，伊爱去告什么？伊爱去换伊告。各替换一个，各换一裁定，老王是他爸爸，啊、哦，好，这是爱、啊、当然是 DNA 进门去嘛，哈、哦，可是其他进古一起啊，哈、哦，迄个无去讲，啊，但是，干那安尼一干有法多，爱、啊、原来陈家那边的新闻要安怎，嘛是要去告啊，去撤销啊，对不对？好啊，但是伊要去证明伊是老王的后生，这段时间内底。受伤爱开始干嘛？对不对？哎，啊，老王的遗产，这时阵够有人去继承？无呢？啊，若无人继承的遗产，最后会变成什么人诶？会变成政府诶嘛？对不对？啊，伊过来去种什么？伊还进去过去告一个什么人？过去告政府啊？伊还去告一个当地的政府啊？当地的主管的政府啊？我像人伫家己。就是伊嘉义县，就爱去告上嘉义县政府的县长啦，哦，啊，伫嘉义市爱告啥物啦？嘉义市的市长嘛，哦，就是安尼啊，伊就爱去告啊，改告讲你袂使执行我的老王的遗产，哦，但我的身份确定了再过来处理，哦，所以伊爱告三个，哦，啊，这三个第一个甲老王的遗产要叫政府处分，诶，这个告诉甲告咧，哦。但是他动起来，啊，所以给伊离开陈家的身份确定啊，啊，老王的身份确定啊，好，这受伤拢确定啊，请问，这受伤过程了，请问一下，伊爱过去，伊即马安尼敢是这个老王的继承人？还不是啊、哦，好像还缺少一件事情啊。哎，对，爱杀判伊个蔡丁，搁去对用户政事务所去甲登记过嘛，好、哦，叫登记倒过来，啊，登记倒过来了后，抓头抓尾，对，让证明陈小明就是啥人个后生，老王个后生啊。安尼，这时阵陈小明伊才有拄则讲个这些权利，他才可以行使嘛，对不对？啊、哦。所以在这个案例里面就是要让大家了解什么是事实上，什么是法律上。有人说你在事实上你没法完全确保你的权利，你没确保你的权利，你只在你的感情上感觉说、啊、那就是我爸、啊、是怎样我没有继承，对不对、哦啊、所以要法律上
才能够解决争端啊，好吧，赶快啊，在台湾的国际地位的现状上面也存在着事实上跟法律上的这些观点啊。咱举个例子好大家看一下，2014年4月13日，奥巴马啊，美国总统奥巴马去日本访问啊，啊，访问了后，伊跟安倍晋三见面啊，啊，然后因记者就问奥巴马，问伊讲，迄个钓鱼台啊，这争端啊，你美国的立场是怎么样？啊，那奥巴马伊就安尼回答哦，这伫美国的官方的这个网站上面都有记载这些话哈。The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clear. 啊，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很清楚的。The Senkaku Islands are administered by Japan. 哎，你看我讲 Senkaku Islands 就是钓鱼岛，是不是日本领土的所有权？是不是日本的？他有没有这样讲？没有呢。Administered by Japan.And we oppose any unilateral attempts to undermine Japan's administration of these islands. 啊，美国他确定的政策很清楚，伊认为钓鱼岛的管辖权是谁？谁在管辖？日本。啊，日本政府在管辖，而且他也反对片面的啊，国际上。片面的要否定日本的管辖权，还咧也也咧讲什么啦？咧讲中共嘛，啊，咧讲迄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嘛，啊 ，The U.S. is obligated to protect Japan from attack， 啊，美国有义务来保护日本，避免别的国家的攻击，啊 ，But has sought to avoid taking a stand on sovereignty.Over the islands， 所以美国政府对钓鱼岛的主权啊，有没有？啊，美国他不表示意见，他的立场啊，他不表示意见，他不会去表示说钓鱼岛的主权是谁的，他不表示意见啊，所以等他必须定有共轨吧。美国确定钓鱼岛的管辖权在谁身上？日本政府。但是钓鱼岛的主权，美国政府有没有表示他的态度？没有，他不表示，他不表示意见啊。这个我也懂这样的叠加，所以你也发现主权上面好像有个什么东西是可以换人使用嘛，对不对？对不对？什么这个概念？啊，所以说所有权是一回事，但是管辖权、使用管辖好像又另外一回事哦。哎，啊，这用一个很简单的来比的，你就知影嘛。我开一台车，你看我上班嘛开一台车，啊，下班去佚佗嘛开一台车，啊，我来这上课嘛开一台车，啊，啊，请问一下，我开的那台车干我的？不一定哦，对不对？哎呀，阿伯要证明那台车是我的，快行脚，对不对？结果行脚啥出来？弯步的，哎呀，所以在这里发现嘛，所有权跟使用权，也就是讲所有权跟管辖权，它可以给不同的人使用嘛，啊，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啊。钓鱼岛的管辖权在谁身上？日本政府吧。但是钓鱼岛的主权所有权在谁身上？在天皇身上啊。那怎样哈？帝制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嘛，对不对？啊，所以那个土地的所有权在谁身上？在天皇的身上。就好像英国大英帝国，大英帝国的。他们共同的主，他们的这个大英国旗里面，他们共同的领袖是谁？英国女王。啊，意思是什么？意思说英国女王拥有那么多的土地，啊，但是她把管辖权全部丢出去了，
亚、纽西兰，对不对？啊，到这个英国，好不好？他丢出去了、啊，所以英国女王她本身怎么样？她没有管辖嘛，但是这些土地是不是她的？是啊，是她的啊，都是这个道理啊。啊，将来台湾也有很可能跟大英国血里面的成员很类似啊。你注意看哦，日本政府现在新的日本国，它是不是改宪法之后啊、哦，管辖权是在日本政府身上？啊、哦，他那个四大岛嘛，对不对？啊、哦，对，安倍晋三现在领导的这个日本国啊，那这个日本国，你看他对外是不是一个类似一个主权国家的形态？他可不可以叫联合国？可以啊，对不对？啊、哦，但是日本国有没有拥有那个四大岛的所有权？有没有？没有。咱主要讲嘛，帝制国家里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嘛，对不对？所以土地上诶，天龙诶啊，啊你回头再看台湾，台湾主，你说世界就进前土地上诶，天龙诶嘛，啊迄阵管辖也是哪里管辖？二战以前，大日本帝国的政府嘛，啊他派总督府来在管嘛，对啊，所以管辖权是一个。但是所有权是伫天皇嘛，对不对？那你注意看哦，啊，你说世界大战了，有管辖权的日本政府，新日本政府，他在就计算和平条约里面，他有没有放弃台湾的领土权？有没有？没有啊，啊，他有没有领土所有权？没有啊，日本政府有没有台湾的领土所有权？也没有，对他没有东西，他如何放弃？所以你看，就是那和平条约里头下 right title claim， 他没有写 sovereignty 啊，有没有？他没有写啊，你不是要讲伊放弃 sovereignty 啊？但是你若比对比那个1895年甲午战争哦，日清战争引签的迄个下关条约，你注意要看。伊个下关条约里面，伊是不是大清帝国大皇帝甲迄个日本天皇签的合约？伊合约内底伊写哦，大清帝国放弃台湾的完整的主权，而且永久的割让给日本天皇。啊，你甲对比这两个条约嘛，啊，这两个条约，你就发现大清帝国的大皇帝有没有把台湾的主的那个所有权跟管辖权？全部割让给日本天皇，有，所以日本天皇有没有拥有台湾的领土所有权？有，自从1895年日清战争签的合约之后，他就拥有了嘛。那你想一想，再来的跟台湾的地位有改变的是哪一个战争？二次世界大战嘛。嘉盟姐，二次世界大战有没有一个条约把台湾的领土的所有权割让给其他任何各国？有没有？没有啊，没有啊，哎呀，都没有啊，完全都没有啊。但是新的日本国有没有放弃台湾的管辖权？有 right title 跟 claim。 所以那你讲嘛，日属嘛，对不对？东角也得日属啊，啊、哦、属谁？天皇啊，啊，美战奥巴马，对不对？啊，所以日属美战，这是借得力啊！啊，按照看哦，哦，啊，这个道理啊！啊，所以钓鱼岛的领土所有权是谁的？啊，天皇啊！啊，管辖权是谁？日本国啊！啊，这边借日本国啊！哎呀，啊，台湾呢？现在台湾呢？台湾的领土所有权在谁身上？天皇嘛。啊，现在谁来管辖我们？美国委托中华民国嘛，蒋介石嘛，你给人管辖嘛，代理管辖嘛。啊，所以你就可以发现嘛，你把蒋介石他们这个中华民国体制跟美国想象他们是同盟国的那一边嘛，你站进来对，他们是同国的啊。啊，咱是日本啊，咱是王建白啊，
啊，因干咪是咱的政府？干咪？没嘛，伊是咱的敌人嘛。所以中华民国跟美国是不是我们的敌人？是啊，在战争的时候他们是我们的敌人啊。那既然他是我们的敌人，他们会不会是我们的政府？不会嘛？啊，就这么简单啊。所以中华民国是不是台湾人的政府？不是嘛？就这么简单。哦，还有清楚不？啊、哦，好吧。啊，你来看啊、哦，啊、哦，今天今麦最近的新闻啊、哦，这样 ，The Japan Times 啊、哦，一家最近的新闻啊，在台北跟 Tokyo 啊、哦，这个渔业协定啊，渔业协定，啊，一共啊，一家有下条哈 ，Regulation on the landmark pack covering waters of the cluster of Taiwan claimed.Japan administered islands in the East China Sea， 就是咧讲钓鱼台海域啦，就是讲钓鱼台迄个海域的渔权的协议，就是即卖马英九因咧政府去甲日本签的迄个渔权协议啊，啊渔权协议对，你是看因咧日本的诶这个新闻哦，因咧写台湾 claimed。意思说台湾这边说那是我的 claim， 我主张台湾主张钓鱼台是我的，所以是台湾 claim 的。但是他怎么写日本呢？ Japan administered， 有没有跟刚才有没有 administered by Japan， 用语是不是都一样？所以美国、所以日本的媒体，伊敢知影？伊知影，管辖权跟所有权是可以分开的，对不对？他确定啊，啊、哦，底下台湾自己宣称、台湾主张的阿嘎日本正在管辖的、日本管辖下的，哎呀，啊、哦，伊不像日本拥有的嘛，对不对？啊，伊不像日本拥有的啊，所以这记者伊这工作很清楚啊。嗯，太清楚了哦，哦，来 ，so， 所以拄只这个议题就是要给大家介绍管辖权跟所有权是会使分开的，哦，它是可以分开的，正如钓鱼台一样的道理，那台湾的道理也一样，哦，也一样，哦，好，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结论，底下中华民国有没有拥有台湾的主权？没有，那请问台湾人有没有？也没有，因为台湾的主权是谁建立起来的？日本天皇，是日本天皇建立起来的啊、哦，所以日本天皇是我们的 sovereign， 那 sovereignty 在谁身上？在他的身上啊，大家啊，那中华民国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那请问一下，台湾敢是？也不是啊。哦，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啊，因为台湾只有福尔摩沙群岛跟澎湖群岛。中华民国他是不是主张他的领土包括中国大陆，对不对？对不对？喜欢来注定啊，所以我们跟他们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哦。那现存的中华民国领土剩下哪里？金门、马祖。哦，啊，中华民国不是代表本土台湾人的政府。这一点大家承不承认？承认哦，哎，现在以前不太承认了哈，啊，现在应该要承认了哈。啊，本土台湾人 ，people of Taiwan， 不是中国人，不是 Chinese 啊。你也想嘛？我都知道个问题啊。如果没有发生二次世界大战，请问台湾人今嘛，我靠，政府查的机啊是什么机？对啊，就这么简单啦。啊，而且。基础世界的钱了，台湾诶，领导主权嘛，不让渡给其他国家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会不会变成中国人？不会嘛，除非你自己愿意，也意愿按照他们的合法程序去规划成中国人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子而已啊。哦，好，持有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有没有办法证明你是本土台湾人？没有办法。哦，那中华民国来台湾？他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他是代理美国军事占领，
第二个就是亚纳流亡哈，一直招楼，所以它的名称叫做 Chinese Taipei 哈，中国的流亡政府在台北。那两岸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主张统一。恰蒙姐，台湾人要不要去反对呢？要吗？你既然跟他不一样，领土也不是他的啊，他们要主张统一，你为什么要反对？我举个例嘛，隔壁老王，因家有两个兄弟，哦，啊相拍，啊一个带隔壁拍拍，一个带隔壁去啊，哦，啊结果有一天，因两个兄弟讲，好啦，无咱两个来讲好啦，咱赶快去带做伙，安尼好不好？哦，啊两个人讲好啊，讲要带做伙啊，啊结果你怎跳出来讲，袂使，我反对。哈哈哈哈哈！人家，哎，你们刚刚走起来，你是不是老王他们的兄弟姐妹？不是啊，啊，你现在跳了咯，哎，我反对你两个，佮赶快佮走一个，对不对？你不觉得很好笑？啊，人家得利啊，啊，中华民国已经没有流亡台湾的正当性，因为他们两岸中国人都主张和平统一。而且他们也终止动员戡乱，而且最重要的一个签一个一克法，一克法，因拢签过去啊，一克法哈，你若去上网去吹，一克法的抓头抓尾，拢无写到台湾，你注意看，一克法是啥物人签的？什么人？国籍？什么国籍的人签的？中国人签的啊，里面没有台湾呢、啊。你回去看，哎，可怕，抓头抓尾都没台湾，但是他要写两岸，他要写两岸，啊，哎，而且咱家己跳雷，咱家己跳雷做两岸的一边嘛，对不对？啊，你如果我们如果跟他不一样，你要不要跳进去，把自己当成是另外一岸？不需要，但是那一部哎，可怕。将来可不可以拿回去金门马祖用？金门马祖平潭用可不可以？可以啊，也是两岸嘛，对不对？也是两岸啊，哦、所以它里面抓头抓尾那么台湾哦，你回去看一下、哦、啊，统一的而且、啊、中华民国统一的中国就没有办法就无占领台湾的正当性了嘛、哦、所以中华民国一定要理亏，恢复台湾正常国际地位，美国也亲自来执行军事占领啊。这最明显的迹象是什么呢？最近一个新闻，F-18，哎，F-18，伊要来就来，啊，要走就走，伊免经过中华民国的同意，啊，这伫战争，这伫这个国际法内底，还是讲战争法内底，这个就是占领的一个特征啦。一占领，他不需要有明显的驻军在这里面，他只要能够有效的管辖控制这个地方就可以了。所以他要不要派军队正规军来这边驻守，或者是不，或者是说只是随时他就可以把飞机降落，或者说随时都可以把部队派进来，这些都足以构成有效的这个占领了。哦，哎哎，请坐嘛。啊，因为他在台湾确实还是有效占领，因为有一个中华民国特意在给人管嘛，对不对？啊、哦，所以马来是他还是有效在管制我们、哦、啊，所以你不来都来啊、哦，所以 F-18这是最明显的那个基证啊、哦。啊，指定本土台湾人的台湾民政府来治理台湾啊、哦，这就是咱台湾人的进步。所以在这个在今麦这个当下。能够代表台湾人的政府是什么政府？对，就是台湾民政府啊。二、哦，那关于台湾的一些法理事实哈，对嘞，回顾一下啊，1895年4月17号，台湾的领土所有权是谁的？天皇的嘛，所以我们的性质叫皇土嘛，对不对？啊，管辖我们的是什么体制？大日本帝国政府嘛，哈、哦。他、啊、在1943年的12月1号，这刚下面几句。1943年12月1号，
哎，应该是1941年的哈。哎，啊，这时阵已经太平洋战争啊啦，啊，太平洋战争啊，太平洋战争的时阵，台湾战争开始，台湾的领土敢有改变？无嘛，战争刚开始尔，哦，那领土有改变无？无啊，管辖有没有改变？无嘛，啊，一直到1945年的4月1号，浙江。建书啊嘛哈，啊不，这刚是那个颁布那个宪法啦啊，天皇下诏书啊，然后台湾实施明治宪法啊，但是同一天，这一天美国攻打琉球啊，美国攻打琉球啊，阿吉刚，那台湾上面的领土所有权有没有改变？没有，管辖我们的还是大日本帝国。在战争一直持续，一直到1945年的7月26号，波茨坦宣言。波茨坦宣言跟他共聊，宣言是跟他共聊。共的时阵，台湾的领土有改变无？有过好啊未？嘛未啊？啊，一直到1945年8月15号投降。那投降那一天，有没有天皇有没有把台湾的土地换给别人？没有啊，哦，也没有啊。那1945年的10月25号以前，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台湾的领土所有权是谁的？天皇的嘛，啊，哦，所以我们是皇土嘛。那上面管辖我们的都还是大日本帝国，哦，这没有错，好吧？这是1914年的一尊大日本帝国也版图，哦，那个版图啊，哦，回家。千岛群岛、库页岛啊，韩国啊，那个四大岛，琉球、Okinawa、啊、台湾，这些都是大日本帝国的领土范围。所以你看，南英国国人在纽西兰，然后纽西兰的网站里面，纽西兰人他们都很确定啊，台湾 Formosa 就是 Japan 啊，对不对？1941年啊，1914年没有错啊，哦，但是因为战争啊嘛，哈。1945年的10月25号，台湾去由美国军事占领开始，啊，中华民国走来台湾，甲咱开始代理美国军事占领嘛，对不对？领土主权、所有权有没有移转？没有，都没有啊，哦！啊，1947年的5月13日，日本国改宪法。刚好改，嘛无啊！啊，一直到1949年的10月7日，浙江什么人？中华民国流亡啊！啊，伊去予中华人民共和国甲取代啊！按到领土到变了别人，无哦！啊，1951年的9月8号，浙江旧金山和平条约签未啊？签未时阵，到底约内底将台湾的领土主权转给别人，嘛无嘛吼！啊个。1970年的1月1号，你有中华民国无予美国改承认做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伊才变做中华民国变做台湾治理当局。请问，到这个时阵，台湾这个领土敢有搁签予别人？哎嘛，拢无呢？哦，拢无啊！哦，所以为这个历史的事件按那个列条列下来，你就可以发现是不是日属。是不是那个二重桥那个图？对啊，我们就是日属啊，哦，是吧？所以这边下面是前一次台北，前一次台北讲的啊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啊，中国的流亡政府在台北啊，啊，都在前几节课有小夸讲掉啊，我就在做说明啊，像法国伦敦啊 ，French London 啊，二次大战的一尊希特勒怕离开法国。戴高乐怎啊讲？伊个政府组织搬去哦，搬去迄个伦敦哦。啊，即个蔡英文讲，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哦。他这个说法，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有没有反映事实？有哈，哦，有没有反映事实？有啊，有反映事实啊。啊，但是。这个是2010年的5月26号，哦，啊，但是呢，
2011年的10月8号，他就说啊，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啊，你对比前面这句话啊，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啊，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啊，台湾就是流亡政府。还敢丢？还敢丢？完全错嘛，对不对？啊，所以马英九在问他台湾的现状，你讲清楚了没？你到底你认为的台湾的现状是什么？那站在马英九一边的想法是什么呢？我马英九，我就是代表美国军事占领台湾，我现在管辖台湾，对啊，我是中华民国的流亡政府，我将来就是要两岸统一，我两岸的中国人要统一，这就是我的九二共识，我的终极统一一中政策。他这样讲，有没有说出他们属于他们的那个两岸现状？有嘛？但是蔡英文呢？他是不是流亡的中国人的子民？好像不是哦。啊、那你要讲台湾的现状，你要站在哪个位置再讲？你如果要参选流亡的中华民国政府，你就只能讲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那一套嘛，对不对？对不对？对啊，但是你如果是站在台湾人的这一边呢，那你应该要讲台湾民政府所讲的这些国际法理跟台湾的国际法上面的现状嘛，对不对？这样你才能够清清楚楚啊，你才能够知道下一步你应该怎么做嘛，对不对？像马英九他们就知道他们的下一步要做什么，统一啊，他们所有的准备都是要为了统一啊，啊，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没有拥有台湾的领土主权，所以他们终究有一天他们就是要离开台湾。所以你可以发现他所有的措施都是对于中国人是比较好的，是比较优惠的，是比较照顾他们的利益的。你仔细想一想有没有错，按照国际法来讲他有没有错？他没有错啊，他为了照顾他的子民，他们中国人的子民，流亡的中国人的子民，他有没有错？没有错啊。那台湾人为什么不能觉醒？为什么不能看清事实？不要把自己也不要把自己认为是中国人啊。那你应该要认清这个事实，这个现状，确定你自己的身份，然后赶快把你的身份证办一办，走到台湾民政府这边来，你才能够有代表你的政府来保护你啊，对不对？才能够有代表你的政府来争取你的福利啊，才能够有代表你的政府来为了你的安全来做维护啊，对不对？道理就是这样嘛，齁、哦。所以为什么台湾跟中华民国会纠缠不清呢？当然啦、啊、这个人用假历史嘛，齁、哦。啊，搁甲你媒体安尼吼，安尼乌龙写的啊，哦，啊，所以你就搞不清楚啊。但是你要把它搞清楚，其实也不难呐、啊。你把这几个事件，你大概把它看一看，然后把它串联起来。啊，为太平洋战争、开罗公报、麦帅一般命令第一号，哦，啊，甲中华民国流亡，啊，搁古今双和平调甲看一下，然后把你已经被洗过的脑。再把它洗回来，你就可以很清楚见台湾的真实的面貌，啊、哦，所以你有家去了解，好、哦，有家去了解，啊、哦，啊，马英九他们最喜欢用开罗宣言，好、哦，他们都根据开罗宣言说，因为开罗宣言来列公，将来日本要把偷治中国的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要归还给中华民国嘛，对不对？黑子杰开罗宣言呢、啊？啊，这伊的啥开罗宣言讲，安尼这已经确定台湾就是属于中华民国的。但是我来比一下，你可能就容易理解。列处啊，列处啊，三天了后列处变坏，请问？三天了后，你的厝会变歪的无？袂啊，同款这道理啊。然后日本的领土台湾没有，
还变化中华民国的，请问你见到中华民国够摕到台湾配偶的领土？无啊，差别是啥物所在呢？三天了，我无去带领导啊。我若三天了，我去带领导，给你带五十栋，带七十栋，可能外口的人嘛，感觉讲领导就是阮兜啊，对不对？差别是安尼尔，但是领导够变阮兜，我用讲的安尼够有？无嘛，所以这道理最简单的会当通啊，哦，最简单的会当通啊。而且，美国不管是美国还是英国，他们的政府的官员都曾经对科罗宣言表示过他们的看法，因共同的看法就是说，科罗宣言只是战争时候他们的一些意见的表达而已，它本身不会构成领土主权的移转或者是领土主权的割让，那都没啦，那就是嘴公公的而已嘛，那就说三天了领导变弯刀，请问一下领导会变弯刀？没嘛，啊领导会变，领导哪会变弯刀？啊恁两个安那签契约嘛，你买咱两个买卖嘛，啊不就是你牛刀好挖嘛，就是安尼尔，对不对？啊有没有？没有啊，对不对？哦，所以这个就可以简单，可以戳破他们的谎言了哦。过来，有一些事件它并不是法理上面的事实，譬如说1945年10月25号，他们最喜欢跟我们台湾光复，对不对？啊，然后接下来1946年1月12号，因中华民国行政命令杰参制第01297号训令，把台湾人民一律恢复中华民国的国籍，这两件事情，你觉得怎么样？真的还是假？是对的还是错的？错的嘛。啊，第一个。1945年10月25号，这刚是盟军的占领开始，是占领。男主角改盖销嘛 ？FM27之10里面的手册里面有讲，占领会不会移转主权？不会啊。所以，您这一天有没有移转台湾的主权给中华民国？没有啊。啊、哦，而且这占领的依据是根据1945年9月2号麦克阿瑟的一般命令啊，这也就是蒋介石。他为什么可以来台湾的依据啦？阿拉伯他永远没有机会来台湾啦，除非他来台湾玩嘛，对不对？来台湾观光啊嘞嘛，对不对？哎呀，哦，这就是蒋介石他们可以来的重要的依据啦。啊、哦，过来，1946年1月12号，台湾澎湖的主权还在日本，有没有变更国籍？最近的和平条约签了没？还没啊，就是和平条约是1951年9月8号签的嘛，1952年4月28号生效的嘛。你看，1952年后，阿哥是顾伟啊，对不对？那有没有变更国籍？有没有可能变更国籍？都没有移转主权，怎么会变更国籍？对不对？咱这得力吧，你主权都不移转，你变它变成国籍啊？人家变更国籍嘛，别再敢变更国籍，因为。根据日内瓦公约，咱是战败一方，我们是被占领者，我们是被占领者，占领者是要接受占领的那一方给咱保护，但是给咱保护，无代表讲也当改变咱的国籍，无代表讲也当叫咱去做阅兵，哦，这样袂使，这伫日内瓦公约内底让我写得清楚，国际法嘛是拢安尼，战争法内底嘛是拢安尼，哦，所以袂使给咱改国籍。啊、哦，因为不移转主权，所以不可能会变国籍啊、哦。二，以前新鲜日本国是在1947年5月3号，啊都没有移转主权，如何改变国籍？这件事情有没有违法？有，千真万确是违法。这嘛就是咱第二次在今年2月28号提出的第二次告诉最有力的证据之一。啊、哦，咱三者去告美国甲中华民国，伫美国法院内底，好、哦，对三者去也告，好、哦。所以蒋介石是1945年10月25号，一起来军事占领台湾，代表美国军事占领，不是法律上的割让，啊、哦，所以不涉及领土的移转，哈、哦。来，今天到台看者，
看看图说故事，你会当看到什么事实？啊，你做一下表达一下。那个箭头，紫色的箭头，那是什么旗？美国国旗啊！这天就是1945年的10月2号，啊、哦，就是我拄则讲诶，是占领的开始的那一天，嘛，就是停止战斗的那一天呐、啊，啊、哦，这一天本身不会构成领土主权的移转，所以。他这样子的宣称是违反国际法啊！但是蒋介石他们知道他们的身份是怎么而来，他们来台湾的根据是什么而来？是根据太平洋战争的主要占领全国美国的指派，马德谢麦克阿瑟命一般命令第一号所发布的命令，蒋介石他们才可以。借着美国的军舰载他们来台湾接收，载他们来台湾接受日本军的投降。你注意下看，挂美国国旗有一个美甲，美国国旗拆起的，美国旗伊拢爱安怎拆呢？伊爱拆咧国旗家己的正边，迄边表示大迄边啊，大边啊。所以你再看啊、哦，美国国旗插在遮，啊，这支应该是中华民国的嘛吼、哦。啊，你看，啊，插美国国旗家己的正边是毋是这边？啊，这边是大边还是小边？这边大边啊。所以美国在这里这个图就告诉你啊，美国就是打败日本的主要占领全国嘛，对不对？然后那他这边就告诉你了，这一支应该也是美国国旗啦，那一支啊，有没有？它底下有一个条纹状，那一支应该还是美国国旗啊，啊、哦，所以这个岛就跟你讲，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那蒋介石是代表他而来的，他是次要的，所以大饼呢是美国啊、哦，是美国，这个图是这样告，是这样子告诉你的啊、哦，所以它里面的中文都是违法的啊。哦里面的中文都是违法的，但是旗子插的旗子，他没有骗你，还了解哈、哦、啊、哦？这样解读了哈、哦。啊，就是这张，1946年的1月12号，改变台湾人的国籍，有这张吗？啊、哦，中华民国35年的1月12号，捷参制第01297号训令啊、哦、令。台湾省政府行政长官公署，好、哦，底下，底下下查台湾人民原系我国国民，已受敌人侵略，致丧失国籍，啊，而知国土重光，其原有我国国籍之人，之人民，自34年的10月25日，对吧？1945年10月25日起，一律恢复我国国籍，啊，除分另外，啊，等等，哎呀。哎、欸，这条文听起来跟他哎，好像很正当哦，啊，但是都错误的啊，啊、哦，第一个，台湾人是不是中华民国国民？是不是原系中华民国国民？是不是？不是啊，啊，台湾人如果是中国的国民的话，应该要回溯到什么时候？1895年。大清帝国跟大日本帝国建军的时阵嘛，哎呀，在那个战争未结束以前，台湾人是大清的子民嘛，是大清国的国民嘛，对不对？啊，跟中华民国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啊。中华民国是几年成立的？1911年嘛，哦，1911年啊。啊！1911年的时阵，请问一下，台湾已经是什么人在管辖？日本啊，因为1895年以后就是大日本帝国管辖嘛，日本天皇的领土啊，对不对？那他说原系我国国民，这个到几根？嗯，对啊，这个就骗你的啊，这个就开始说谎了嘛，啊、哦！
啊，已受敌人侵略，哇，是啊，啊，台湾的敌人应该是啥物啦？应该是中国啊，应该是美国啊，啊，怎么会变成怎么会这样写呢？他这样写好像变成说日本是台湾的敌人嘛，对不对？你是不是给你洗脑？啊，洗好你仇日嘛，对不对？哎呀，所以这一章，我们只能说胡说八道嘛，我白讲嘛，拢骗你啊，哦，拢骗你啊。但是有个人没有骗你啊，郝柏村没有骗你，他说柯文哲他们是皇民后裔啊，对不对？啊，他对啊，他说的对呢，他没有骗你哦，啊、哦。他没骗你啊！哎、啊，你是不是皇民后裔？是啊。OK， 1996年的3月23号，台湾美国选李鸿总统。啊，中国那时候射导弹，美国派两架航空母舰，台湾由台湾委来保卫。哎、欸，谢长廷，最侪人也拢爱讲啊，因为选总统，所以台湾变作主权国家；，啊，因为选总统，台湾变作中华民国。以前平常爱跟你讲，但是事实上可能吗？不可能嘛。啊，如果可能的话，你就想一想嘛，参加国际组织就好了啊。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参加国际组织有没有什么问题？应该没有问题啊。但是事实上是怎么样？到处都是问题啊，对不对？四处碰壁嘛。正确的解读应该是这样。民选执政当局，啊，对这个，因是内部主权，以及因是外来的政权，啊，他是外来的政权，他们外来的人，他们自己内部怎么选举，跟被占领者有没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啊，对不对？啊，而且像1980年的1月1号，中美共同防卫条约终止，美国不是防卫中华民国，美国是要防卫谁？防卫台湾啊，哦，啊不被承认的联邦政府以及外部主权，选总统会不会变成主权国家？也不会，哦，因为他没有领土主权，哎呀，台湾本土仍然被美国占领，而且被不被承认的联邦政府代理，被占领的台湾本土不会等于中华民国的领土，啊，哦，这些逻辑跟头前咱讲的拢差不多啦，啊，哦，拢是差不多，啊，哦，是不是国家？啊，这谢淑薇在那个温布顿冠军之后，啊，记者跟问讲，第一个拿到大满贯的冠军的台湾人，这对自己的国家有何意义？哎，坐在旁边他的那个搭档就是彭帅，中国人彭帅，他说对不起，我还坐在这里，我不能接受台湾是一个国家的说法。江鹏姐，彭帅有没有说谎？没有，他没有说谎哦。啊，反而是中华民国的体育署的副署长，啊，他说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这是说谎的吗？还是说真话？这是说谎啊，这是公假的。郝柏村又来了，他说，啊，台湾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哎，当过中华民国的行政院长呢，他说台湾不是主权独立国家呢，他有没有骗你？没有呢。他没骗你哦，真的哦，哦，所以彭帅是什么人？中国人。郝柏村是什么人？中国人。所以中国人有没有骗你？没有了。这件事情上面他有没有骗你？这两件事情他有没有骗你？他没骗你哦，对不对？哎呀，反而我们是被他们以前的那些教育给我们骗了。他现在在讲真话的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对不对？啊，哦，好吧，郝柏村在这有讲啊，台湾自称主权独立国家，这是谎言，骗人的；宣称中华民国是台湾，也是骗人的，对不对？啊，所以你在那，你在共产党，蔡英文啊，台湾自己中华民国啊，中华民国在台湾啊，对不对？骗你爷啊，哦，还骗你爷啊！啊，啊，这美国嘛，共鬼啊！美国国安会主任韦林德，中华民国不是一个国家，啊，它不是一个国家，它是一个流亡政府，啊，这样，啊，
台湾或中华民国都是一个国际社会上都不是国家，美国政府立场是中华民国对来都是一个未解决待解决的问题啊。美国嘛跟你讲啊，不是国家啊，金门妈祖。在美国的观点里面，金门马祖就是中国，福尔摩沙跟澎湖才是台湾、哦啊、金门马祖是前线，但是要撤军。你有刚刚讲几个了？国防最前线，然后要撤军，为什么？那、啊、真的撤完了啊！大二胆去年的六月撤光光、啊、然后移交给金门县政府，为什么？你还要看这趋势哦。哎、欸，金门马祖不能是中国的哦。对啊，他们要两岸要统一，他们中国人要回去啊，搞可能炸刀炸醒，登个银刀，应该是白啦哦。哎呀、啊，哦，所以金马撤军问题怎样？因拢坚持一个中国，承诺和平统一啊。你、哦、像美国跟中国是互相不干涉内政，如果蒋介石他们拿着美国给他的武器继续在金门马祖使用，蔡孟姐，美国有没有介入中国的内政？有，对不对？用而且是武力干涉中国内政哦，这是违反国际法、啊、违反联合国宪章啊、哦、所以撤军这件事情不是为了拼光光哦，是为了符合国际法的规范哦。是不一没有叫叫陈水扁一共会这样，只要中共无意对台动武啊，他就不怎样等等等等等，哎呀、啊，啊，但这个前提会不会发生？其实不会发生啦。中共如果对台动武，他等于是跟谁宣战？跟美国宣战啊？他会不会这样做？不会啦。啊，他为什么陈水扁他四不一没有？这些就是要维持中华民国这个体制啊，因为陈水扁当选的是什么总统？中华民国联邦政府的总统啊，对不对？他是一个代理美国军事占领的一个单位嘛，对不对？他不能做这些事情啊，因为他在这边中华民国没有拥有台湾的主权，因为占领不移转主权嘛，他没有拥有台湾主权，你不能在这边宣布独立啊，也不能在这边改国号啊。你改国号就是把联邦政府就地合法嘛，啊，你在这边宣布独立就是把台湾的主权给移转掉了嘛，啊、哦，所以占领不移转主权，联邦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就在这四不一没有里面就可以显示出来了、哦、啊。阿哥姐，要怕去，啊，你要看，咱八卦让我这样、哦、啊，阿姐，我看以色列嘛哈，阿去加金井摘落来，啊，你要看。有看，看，哎、欸，你敢有看到迄个车联记的 logo？ 啊，这边看看有，敢有？嘛无？啊，这边敢有？这边敢有？嘛无？你感觉奇怪无？是那一个武器上面没有可以辨识的标志，这个违反日内瓦公约啊！日内瓦公约讲。Lawful belligerence in combat， 啊，你要合法的战斗的话，你要符合这几个要项。第一个，你要可以辨识的制服，你要可以辨识的符号，啊，在远距离就可以辨识到你。那蔡孟姐，远距离你有没有办法辨识他是哪一个国家的阿帕契？没有啊，哦，对不对？所以流亡的中华民国，他要怎么样？他要回家啦，啊、哦，连武器都不能用啦，啊、哦，他回到哪里去？金门马祖跟平潭，啊、哦，平潭在大兴土木，啊、哦，还有两岸的共同家园。所以，解放中华民国在台湾，1945年，一其实就是代理美国军事占领，啊、哦，啊，1949年十月七十，伊就是正式流亡来台湾，啊、哦，伊是一个流亡政府。但是，伊来了，伊拢无让咱知影，拢改用假的历史。阿哥洗脑的教育，哦，把咱传播暗藏起来，哦，然后1979年的1月1号，他蜕变成台湾治理当局，啊、哦，那当然，他能够做这些事情，他能够去留台湾，
它其实都有一些法律的要件。第一个要件，代理美国军事占领是根据一般命令第一号。啊，伊流亡了后，先来讲留落来，是因为美国甲伊签一个迄、那个中美叫日本甲伊签一个中日台北条约，啊，甲美国跟他签一个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哦，他才可以继续留下来。啊啊！但是他流亡之后，一直到美国不承认他是主权国家政府之后，他又凭什么可以留下来？他凭借的就是美国国内法的《台湾关系法》，他才可以继续留下来。所以，咱台湾民进户，咱台湾要迈向国际地位正常化的话，咱第一步爱申请身份证。啊、哦，必须听我讲，啊、哦，咱恢复正常化的是这啊，其实咱主要讲的大概照解的好啊，啊、哦，必须听我讲嘛。咱用一个币，就会当改变咱台湾的国际地位。请问一下，你敢会当用一个币改变台湾的国际地位？会使吧？会啊，会使啊。为谁开始？对，申请身份证，把身份证的迄个申请表撒来，你加一个币，把你的名给签起来，哦，啊，一个遐证件附上来，你就这个动作就可以改变台湾的国际地位，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哦，啊，时间关系，大家再帮啊，以上，谢谢。